嗨，伊森，小伊森，你们玩得很开心吗？看，太阳就要下山了，天色已晚了。你们想不想学一学一天的知识和怎样看表呢？太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这是指针钟和电子钟，我们要学怎样看它们的时间。伊森，请按一下那个按钮。现在的时间是下午9点或21点，这是夜晚的时间。我们继续吧，小伊森，请按下红色按钮。现在的时间是早上6点。伊森，轮到你了。现在的时间变成了下午1点，或者叫13点。小伊森，又轮到你喽。现在是下午6点，或者18点。现在，我可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来复习一下一天中这4个时间点吧。下午9点也是晚上21点。上午6点也是早晨6点。下午1点也是13点。下午6点也是傍晚18点。太棒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学到好多呢，你们一定累坏了吧。今天就要结束了，赶快回家吧。再见。